是否绝育困扰着大多数的主人，而其中的利弊也无绝对之分。就绝育的好处来说，其一是能够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病率，比如说子宫蓄脓、假孕、前列腺肿大、睾丸肿瘤等；其二便是能够改善狗狗因发情而带来的一系列困扰。据研究发现，绝育后的狗狗没有了求偶的困扰，会更加的亲近主人。其三便是能够控制不必要的宠物数量，减少流浪动物的产生。而坏处就是狗狗绝育后容易导致身体发胖，从而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。其次，绝育时会有一定的麻醉风险，万分之一的机会会导致过敏休克，从而发生生命危险。若是狗狗没有繁殖的需求，建议进行绝育。绝育后合理控制饮食，就能避免疾病的发生。但如果主人对于自己能够很好的管控狗狗的身体情况，可不进行绝育。